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Y 白鲸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灵异幼龙坐骑，这是一款声望坐骑，是必得的，整体感觉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系列坐骑，是飞行坐骑，质感很特别，虚幻飘渺的感觉，翅膀有一部分是半透明的，飞行的时候翅膀环绕特效，身体也有散发的气状特效，一共有六种颜色，分别是青色灵异幼龙、蓝色灵异幼龙、黑色灵异幼龙、紫色灵异幼龙、绿色灵异幼龙、红色灵异幼龙，这六种颜色的都可以获得。具体来讲，是当我们获得外域灵异之龙声望崇拜的时候，可以选择一种颜色直接获得，其余的颜色则可以以每只200金币的价格和 NPC 霍尔伦克购买。这个声望开始的第一个任务是友善，需要找 NPC 莫德奈，位置在外域影月谷的灵异平原，坐标大概在62-57，它在周围的区域遛弯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，在猎人追踪里勾上追踪人形生物，方便通过右上角的小地图更快地找到 NPC。 哎，找到他了。接到这个任务后，莫德奈指着盘旋在空中的虚空幼龙，哦，那是个神秘的种族。这个任务交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在莫德奈那里接到下一个任务，寻找奈尔萨拉库。后续的几个任务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应该可以蛮顺利的做下去，直到做到灵异之盟这个任务。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在灵异之龙中的声望就达到了中立，中立之后完成超短的任务灵异雪士，就可以接到任务为伊利达雷效力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到灵异之龙的基地报道了，成功解锁日常任务，位置在外域影月谷右下角的灵异辅导，我们一飞进这个领域，坐骑就会自动变成灵异幼龙，这就是皮肤体验卡呀。除了咱们每天能刷的日常和其他任务，更快的提升声望的途径是通过找龙卵。我们看到 NPC 雇佣兵亚兹尔这里可以接到寻找灵异龙卵，每天第一次交了一次以后，会变成日常所有的龙卵可以无限次去交。龙卵分布在岛上地面和矿洞里，我比较喜欢在矿洞里刷，矿洞入口有两个，其中之一我们可以在坐标大概65-90的位置找到，门口站着矿洞女王。灵异龙卵长这个样子，冒着气，很显眼，击杀野怪和挖矿也有几率掉落龙卵。龙卵刷新时间我个人的感觉是在1小时内，除了每天第一次交的龙卵，后面的每个卵都是250点声望，非常厚道。这里我们马上就要崇拜了，交了这几个龙卵后，哦耶，崇拜了。崇拜后我们会接到一个叫做伊利丹怒风大人的任务，让我们去沙塔斯城找巴萨姆斯。交了这个任务之后，我们就看到 NPC 旁边有六条灵异幼龙，都有自己酷炫的名字，咱们喜欢哪个就和哪个对话，点击完成任务即可获得一条灵异幼龙，我选了苏拉库青色灵异幼龙。其他颜色的灵异幼龙我们可以回到外域影月谷灵异辅导的龙猴营地，坐标66-86位置找到 NPC 霍尔伦克，购买所有颜色的灵异幼龙，每个超便宜，200金。这期的坐骑分享先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赞和关注白鲸，来波一键三连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运连连，我们明年再见了，拜拜。